老公如果不来越南娶我的话，没有机会骑那么好的摩托车了，更没有机会体验那么好的路。今天跟老公来妹妹家玩来了，离我们家那里好远啊，应该有20公里来的。看看那摩托车给他倒一倒，转过来。在后面这摩托车，他们家就是这个门口的，他看着后面的摩托车，很多很多的，哎，都是摩托车。老外那是。老外吗？就是一群老外过去了。对，他们这个路通那个叫同文苗王的那个路，所以上那去旅游去了，那里有个旅游，很多外国朋友都喜欢来那里去旅游去。生病了这两天，现在好了，就看小姨。来，这里要拍吗？就是妹妹。好像吧，我们像不像？那个绿色的那个房子，这个就是妹妹家的。他们前面呢就是马路，那他们这里是这样子的，就是准备弄饭吃饭了。这我们来的时候，他们一大早上呢就在家里准备饭菜了。那把这鞋脱了，坐这也行嘛，坐这就坐这了嘛，反正又不喝酒，上这坐了吧，把鞋脱了。空气好危机。我们准备回妈妈家了，去妹妹家吃饭来。看我老公在挡这个摩托车，他宝宝还在那里。来商店再买一点东西，这是商店。看这个摩托车哪里都挂满了，这还有我提了的，这还没挂的，不知道等下我老公他挂哪里呀、啊。还下了一点蒙蒙雨，哎呦，这个路现在还好，等下我们去那个土泥路啊，都不知道我老公啊怎么办，能不能拉了我们。我老公如果不来越南娶我的话，没有机会骑那么好的摩托车了，更没有机会体验那么好的路。靠边靠边。我老公不敢拉我们了，这里看这个路，我们走着回去了，我们从这个小路快到家了耶。看我的鞋，我的鞋怎么了？我的鞋在泥里。你的鞋没有泥啊？我的鞋大概比你鞋都在泥里。从这边回去，看我们就从这个沟里面走回去。以前小的时候，我就从这个沟里面滑下去。走，没事，你看着路啊。都滑坏了好多条裤子了，就从这个沟里。那时候还有水吗？夏天的时候，一坐上就滑很远的，滑去那底下去。然后我爷爷就拿棍来追着我回去，还有一大堆小孩，我们一起，可好玩了。然后来这些放牛，这些田。我们回来了，我们回到家了，但是我妈妈们都不在家了，不知道去哪里了。快点去烤火，好冷，赶紧的烧点火烤火，这太冷了。姑娘过来，把衣服脱了，快点，都摔跤了，赶紧烧烧火烤烤火呀，冻死了。